多吃点啊，贝贝。现在的年轻人居然是讨好一条狗，不知道对你父母有没有这么孝顺？孝顺父母和喂养宠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对狗这么好，你对你父母能这么好吗？这人怎么道德绑架啊？第一，一般对宠物好的人基本上都会很善良的，对父母也不会太差。其实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一看到猫狗就要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呢？我好心劝你孝敬父母，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？我是孤儿，我也想孝敬他们。失去过爱的人更懂得爱的温暖，才不会吝啬释放自己的爱。姑娘，对不起。不要把自己的道德寄托于人，给善良一个正常空间。说声再见，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，我只想铭记这瞬间，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。喜欢请记得关注贝贝哟。